来到圣地亚哥第四期到现在第十期，主，我们为着在这里的每一位同学们献上感恩。主啊，真的祈求你保守他们每一位在这边的学习，祝福他们的学习顺利，也保守他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不至于觉得艰难或者是想放弃的感觉。主啊，你来帮助我们的同学们，让他们能够坚持把这些课程全部上完。主啊，真的是相信这个对他们的未来都会有很大的受益。主啊，就求你自己来祝福我们的同学。主，你真的是同样的，就是祝福你的国度，让你的国度能够出来更多的精兵来服侍你。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保守今天还在路上的同学们，让他们平安的来到我们的中间。不能来到我们中间的，也求你祝福他们，无论他们在世界哪个角落，求你保守他们的平安和脚步。谢谢主耶稣，我们再次为了今天的课程献上感谢，也求你祝福今天以下的时间。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给我好，这开了吗？喂，我把开了。是开了吧？好、啊，明明是开了，有声音吗？对对对，明明开了。对，开的。这个是哦，这个没啥钱。我你们昨天碰到了，昨天喘气在这里。哎，对。其实，可能没有麦克风，大家也听得见，都听得清楚。好，好，同学们都很安静哦，在群里面。那个。婷子，你下次就把你的直接发到群里，让大家听听听好了。对，那不好意思，把他弹的发给你们听。其实发出来就可以鼓励大家嘛。对，你其实弹挺好的，对。之前不是也有同学们发出来嘛？呀，那因为你们没声音，我就相信你们大概都掌握了所有的。对。呀，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进入三和弦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真的很感恩谢神，你如果进入到三和弦，你已经开始超越了这个叫做最基础的这个乐理知识，已经进入了这个 intermediate 的，就是中级班的这个知识了，乐理。等这堂课全部完毕，基本上你已经 ready for advanced level。 对对对，应该是就是你的所学的东西是，有一个第一期的这个在北京的一个你们的师姐，她上完我的课，然后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你上完海老师的课，不要就这样忘记了，他们就问他说，那你就走了，或者是你不在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还想再晋升，我说你可以再去找老师的，都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甚至鼓励你以后去找任何的老师，只要你觉得好的可以帮助你，只要有学就是好，只要有继续学习就是好。那么后来他就去找一个老师，结果那个老师说，哎，你知道的比我还多，你不用来了。还有这样子的情形。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还是因为为了你的好处能够继续练习，不管怎么样还是去。甚至于我还鼓励他们，就拿着我的教材，最好你去找几个人，你去教人家，就像我现在教你们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教完了那个就是你的了，你知道，你就真的学到了。如果你就这样丢下了，就很可惜。我真的不怕你们就拿去教，为什么？因为我教不完。中国有1亿多的基督徒，有14亿人，你教不完，想学的人太多了。只要开班的话，哇，就是来的人都是每一期都是20几个人这样子来报名，我都没有办法，我都教不完。所以其实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我根本不会回来这里，因为我在那边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教完，第四期还有一大堆人说要，这没办法，我说海英老师必须回美国去了，因为那边有教会要牧会这样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同学们好吗？就是千万不要学完之后就把它放下，真的是要继续坚持在这里面。然后啊，大师兄你跑哪去啊？他觉得我啰里吧嗦，他就跑出去，因为他要准备讲话。好了。
讲完了，讲完了，站了很久了。要复习一下 ，OK， 上去讲的大善和弦，这是一个关键 ，OK， 上去就讲了三个嘛，三个，再复习一下，合成大善和弦是，如果 C 的大善和弦是 C 的什么哆 ，C 的哆咪嗦 ，C 的哆咪嗦，所以如果是 C 调的简谱就是哆咪嗦嘛 ，OK， 那上去讲过 F 的，如果 F 这个和弦就是 ，F 的，任何都是 F 的哆。就是哆发拉，如果是用红色笔，就说表示它这个应该是发拉多的，但是我们打写成是哆发拉，弹成哆发拉。然后 G 的 ，G 就是哆西瑞，二五七，好了 ，OK， 大家出来考一下了，其他的谁愿意出来？助教来了，不算，不算，不算。哈哈哈哈哈！先出来，出来，谁不出来？第一，写个第一的，第一是哪三个音？第一的和弦，大三和弦。嗯，你说是？就写出来，这是。写数字，写数，不是不是花，不是花五声谱，写是打几个音？就写数字，都可以了。哦，怎么弹 ？D 怎么弹 ？D 啊，那就是 D， 你可以上面键盘，键盘它比，没，你可以在这里，你画。嗯。嗯拿紫色的，只是你这个颜色不对。这几枚是别有这笔钱。刚才威尔说，第一就是 D F sharp A， 如果换成简谱呢？二四六。对，二升四六。二升。好了 ，OK， 另外一位同学出来。这都行都行一样。
上面自己做眼睛，弹出来是不是哆咪嗦的声音？这里听出来，对，你可以靠听，你弹以后听出来是哆咪嗦，是不是？清楚，翻的时候 ，C 就是懂。对，大家都做到吗？你们自己做的，做自己在上面做有没有翻的？你再考几个吧。对对对，我看赵宇。最好轮流上来考几个。会做。一定要出来做这个最基本的，过不了这关，大家这个一定要。我来试试。对对对。来了去的几个就做一吧，没有就一的大三和弦。这个。不是，就一的上行，对，一，对，一。其实就是看你对乐理自学指南的32、33页熟不熟。你如果对那个很熟，你就很快，因为往后常常都会回到那个，常常都会回到那个。乐理自学指南32、33。32和33讲的是大调之间的调号，对，很多。但是其实和弦就是。你弹到大调音阶，人就说。我现在还是问你啊，这个大调和弦说是有四个，有四都是大调，三都是小调，是吗？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讲三和弦，三和弦上基的三和弦就是它基的哆、咪、嗦。低的低大调的低啊，没低的三和弦就是低的哆、咪、嗦，我们就这个意思。那如果说 A 的 A 的哆、咪、嗦是哪三个？这个没带错。A 的哆、咪、嗦，不对，没得戏，你去弹一弹这声音出来，不是。我们就是意思，对，对对他的哆、咪、嗦，他现在在考他一的大一大调的哆、咪、嗦，就这个。那现在这个讲的是就是大全就是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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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如果熟的话，你就马上就知道了，是不是？为什么我说这个 C 要回去弹30遍？不是 re 是全哆 re， 那这个呢也是一样的 ，F 的大三和弦 ，F 的大三和弦 ，F 的哆咪嗦，对 ，B flat 的大三和弦 ，B flat 的哆咪嗦，二级有声 ，B flat 是 B flat 的哆咪嗦。但是你要把它落实在下一个出来，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两个是伴音，对，那伴音所以你要升，所以你要升一下嘛，对不对？然后到下一个的时候，E 对不对 ？E 又往上升，对呀。E 也是升 ，E 也是伴音。啊 ，E 它是伴音，是一个音，两个音。E 为什么这个音伴着伴音会对吧 ？E 啊，因为。鸡也非常简单的，你就看这个，你就看鸡是什么，鸡是收，收声。F 不收，F 是 T。对对对对。但你还去写，你只要写这个 G， 最好写腰背。啊，好。好。最好每一个都上来考一下，确认。都上面有做吗？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因为我。好，你刚刚弹出来了。弹出来，可是我不知道是怎么背出来的。就听也可以。我就听出来，我就觉得是你是这是一吧。对。对啊，是这听出来的。
听出来的。可是我不知道你们那首歌。这是哆咪嗦了，他的哆咪嗦推出来的。听出来也可以，妈妈后面要讲推，对不对？好，谁谁愿意出来？几点？每一个都要好三十分。OK， 这个动作来 F 上，做个 F 上，好的，好的。F 上就是鸡为主，就是鸡的最低音。第一到三和弦，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好 ，F sharp 的三和弦。A 的就是这个，而且呢，为什么我自己还是？对啊 ，A 的 F sharp， 就是这个，这个作为主，它的我们说。可是我要它翻成 A B C。F sharp 的我们说。你翻成那个简谱而已，那很简单。可以啊，你们记记上面有没有推上推算一下 ？F sharp 的怎么说？你听出来？不要听啊！如果要弹以后不听，我们谁都不知道。听出来是哆咪嗦的音吗？你没有学过简谱，那你是少数的。那其实就是把它对上号。对啊，没听过。这个有没有发这个普通简谱的话，它就推出来。有吧？推出来。回家回家，先用听，先我们现在叫哆咪嗦，所以你用听哆咪嗦，之后我们会教，金丹就会教了，用度数来分。然后它永远不变，所以呢，如果说是C是一的话，D是二，D是三，这永远不变，那实际就够了。OK， 哎，你怎么做出来的？你马上就变成了六，你马上就变成六，我耳朵。耳朵啊 ，OK， 好，大家再注意一下。哎，怎么一样啊？哎，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哎，等一下，这个 F sharp 的都是这个答案的 ，OK， 它是用听的。还有一个方法，大家知道 F 是多少啊 ？F 是多少？四 ，four。不是 F 是什么？F 的哆咪嗦，这就是嘛，对不对？那很简单 ，F 刷呗。我就都是全部刷拍一下，对。就是，所以因为你掌握了这几基本的几个 C D E F G A B 以后，其他的升啊降啊，就是拿一个你知道的去调整一下。OK， 你不用从头来去推。这个来去，明白吗？再考几个？再考几个？其实没有了，就已经考完差不多。再来一个就十二个 ，OK， 好。好，换一个，换个，随便出来 ，Andy。Andy。Andy， 我没有做错事，你为什么叫我上去？没有做错事，处罚我，这是奖励。Efred， 我才搞不清楚，整个头乱七八糟。Efred 的三和弦。Efred 三和弦，这上面都没有。没有啊，推。因为我发现，连推我真的整个乱七八糟。我现在特别容易是Efred 做的嘛？对呀。Efred 的Efred 的哆嗦，然后呢，这是哆，然后它是咪的。两个，我也听过，但是再往后呢，到了这个在升号的时候，哎 ，phrase 全班，记得吗？这个全班，这个降低了 ，phrase 在哪里啊 ？phrase 这个 phrase， 还有听这个的，想问的吗？没有，反正嘛就是要记得基本的学，这是什么？但是学的话就是要在学上，在学上，所以说，我就是一 B， 对不对？你呢？一四三的。
降三，鸡是它接着月里啊，到底就怎么样？对，你从任何开始都可以是半阴。鸡不是三四五六七吗？那我们再从头开始。哦，半阴扛不住的，哦，你看一下，一过去我整个我就记得三四五六七。只有一个人，这是一来的，不是三。你刚才说是两面的，他就是说就得推他每一个听你之前他就不像哆来咪，因为哆来咪只有全全半，全全全半才听得像哆来咪。我也知道。要这样笨笨笨笨笨笨，听着就好碎碎碎碎碎，好细碎的感觉。他就让你听这个只有一点点的声音，一点点声音，他也有一点这么多的，他就是越整吧，没有意义。就是让你了解它这个每个都是半音，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跟你说你放从哪里开始都是跟下一个都是半音，就是这个意思。让你了解所有干音，而且像我记得上一课就能看到有一个上课就是吃在这里了，没关系了，我不说闭嘴，对，而且你这样好像第一然后把第一上课就说写出来简谱一定是两个音的，就说三五七这样子的 ，OK？ 你不能说三然后六，那不对了。我上会不会是三五六六升也不对，因为这个也是降 B 也是 A sharp 嘛 ，OK？ 但是你不会写成三五六升的，就是不会这样，一定是如果全称一定是。跳一个就是两个一三五嘛 ，OK， 四六一嘛 ，OK 也是四六一，这个是中间有个东西有个音，所以一定是两，就是说一定是跳 ，OK， 所以你这样子知道你一个，然后你写在第二个一定是五，就是五升五降还是五，你可能要去琢磨一下，对不对？然后上面一个是一定是七，一定是咪，C 只是它是升降还是本音来去琢磨。那你就没错了。如果写出来是，他说如果不对的话，刚才说如果是第一二，如果这三肯定不对了。Okay, 一定是不是。好，都做完了，好像每个人做过了。没有啊，他赵一赵一都上来过吗？做过了，我没上来。没做过来，上来。B friend。就是要弹的，要弹的，就是要弹的，对上的。B flat 就 flat 还是谁都变。然后呢？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先把那个 BDS 写出来，再去琢磨圣啊、将啊啥的。OK， 还没做完。这几个你们看，你们记下来，这几个常用的，这几个一定要掌握到。C D E F E F G A 会常用。这么多啊！这个不是全部，这是几常比较常用的。我还以为只有三四个调子说哎。八个调，不是调，不是调，和弦 ，chord， 就是那个 C 和弦、D 和弦、E 和弦，不是 chord， 是不是理解成 C 调的和弦？不是，就是 C 的和 C 和弦就是 C 调的哆咪嗦 ，D 就是 D 调的哆咪嗦，对。但是这个是常用的，这几个常用和弦，大上和弦。太多了，我们不不是太多，这个是。已经，其他都其他也要知道，只是暂时你可以。这几个要掌握住。对。然后呢，他的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什么？他的那个。对呀。对呀。没错。这样都能说。OK。这样可以明白啊。E flat 就是这个。就这意思。OK。但不熟，要把它落实在琴上。对。那我就说问题，我就不能，我就只能在键盘上推出来之后，我再推字母跟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慢慢你就会掌握这个。要不要上来做一下停止？那就没有。那没事，他会的，上来就更会了。刚才没做过就是 B， B 也没做。B 啊 ，B 大调。B 不是大调 ，B 和弦。啊 ，B 和弦的。还没做 B， 做 B 和弦。嗯。那就理解成 B 调的和弦，不是 B 调的，就是 B 和弦，就这样叫 B 和弦。但其实也是用，就是其实就是 B 调的和弦，就是 B， 对对，是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就是 B 调的和弦，如果他能理解这个，就让他去理解这个没有错的。OK， 这个没有错。是用 B 当哆来做，对对对对对，用别的哆，别的当哆的曲子也会有 B 和弦。对呀，没错，所以不能说 B 调的和弦，要 B 什么 B 调里面其他的和弦，除了 B 和弦外，还有别的和弦。所以不能说 B 调的和弦。OK， 反正你说，反正我理解就是用 B， 就他们还没有理解那么深。对对对对。可以，但是这样子，但是。他 for now 他是这样子，这样。可以在这个，可以在我这个琴上念出来。你去海音的琴。给大家听，就在这。啊，你说哪有哪几个？第一，对不对？先抓咪，先抓咪，哪个是咪？是的，对，我们会将来会教说，如果有简谱的旋律，怎么去配和弦？因为很多歌都是只是给你一个主旋律，对对，没有和弦，没有和弦，你怎么弹？你就弹那个，弹那个五线谱可以啊，但是没有不是和弦，不是伴奏，我们会教你怎么配和弦。你们还会教怎么作曲吗？会，对吗？啊，对。
对了，但是这个圣在还是那个胖塞在圣塞在右边。而且比较活络。哎，对对对。好好好。OK， 基本上你都掌握了。OK， 最难的是 B， 因为 B 这和弦有两个黑键，知道吗 ？C 都是白键 ，C 和弦白键 ，D 和弦有一个黑键 ，E 和弦有一个黑键 ，F、G 都是全白键 ，A 有一个黑键 ，B 有两个。